大家好，我是匈牙利新闻总社的方如婷。在匈牙利，我们没有大海，其实有一个大湖。我们经常说是匈牙利的大海，但是没有这里那么精彩。我今天在山东威海，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看大海。我觉得这里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，然后我还觉得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次，我又还希望可以来这里多玩。